大哥呀，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。这样，今天这活我不干了。哎，我要让你意识到他的重要性。不是我告诉你，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！我是消费者，你是服务者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是，我是一个服务者，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，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。我怎么着你了？我就人品不好啊？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儿。哎妈，我尖酸刻薄吗？我就有点掉眼儿，我尖酸刻薄吗？我现在我的投诉你，你跟谁了？你真是……你给我放下！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，什么服务者、消费者？我们三个之中，我既是服务者，又是消费者。